Filet O Fish 限时优惠，每周五只要一块七毛九。本节目由 McDonald's 赞助播出。大家都讲想按照口味打造属于自己嘅汉堡包，大家都讲佢哋想要 all day breakfast， 大家都讲佢哋只系想放松下，所以我哋满足晒大家嘅愿望。呢个系一个新嘅开始，今日就嚟尝试下。欢迎收睇澳门最香园饼噶，独家冠名越夜越热咯。嗱，讲到阿赵薇咧，2009年嘅时候同阿黄有龙结婚，2010年啊生咗个女女，一家三口乐也融融。不过家庭事，赵薇其实一向都好少讲嘅。不过前几日咧，佢女女咧就6岁生日啦。哇，赵薇好罕有咁啊，将自己老公同埋女女，反正一家三口嘅相咧，等等就摆到上网啦。哇，兼且咧仲写咗啲篇长文去讲啦。唉，我13岁生日嘅时候咧，我哥哥送咗本《唐诗三百首》俾我，佢仲喺嗰本书嘅前面啊，提咗首诗俾我。而家轮到我女女生日啦，我都好想写首诗送俾佢啊。但系和招美又那么文艺啦，我又讲唔出咧咁多诗情画意嘅嘢啊。不过咧，我最希望咧都系可以一家三口陪个女女咧食下饭啊，倾下偈啊，讲声生日快乐啊，兼且陪埋佢瞓觉，咁我就开心啦。之后我仲要继续个开工啊。咁啊，赵薇系大忙人嚟嘅，真系未必阿女女每年嘅生日佢都可以陪伴在旁边，但系只要有时间陪住佢 ，OK 噶啦，唔一定系生日嗰日噶嘛。平时一有时间陪下佢 ，OK 啦，小朋友好易满足啫。咁啊，希望佢哋一家三口咧，开开心心啊，每日都好似过生日咁啦。睇下今晚第一条新闻。昨日上昼，仲系忙紧为智慧哥庆祝63岁大寿嘅叶童姐姐，就带住阮经天、杜鹃齐齐现身广州，为佢哋嗰部《纽约纽约》做宣传。本节目由 McDonald's 赞助播出 ，Filet O Fish 限时优惠，每周五只要一块七毛九。